厨师把握时间做最后摆盘，创意料理不只讲究美味，还要结合美学元素，才能获得评审青睐。2024世界厨王台北争霸赛美食嘉年华吸引来自全球200多位厨师齐聚实践大学同场较劲，争夺世界厨王宝座。我们邀请包括美国、加拿大、荷兰、葡萄牙、日本、韩国、马来西亚、港澳等各界的精英高手一起来到台北，所以非常开心能够再一次让台北走入世界，把世界带进台北。2024世界厨王台北争霸赛美食嘉年华。世界厨王争霸赛暌违8年再度举办，规模更胜以往。初六厨艺竞赛，还有餐饮技艺美学大赏，来自全台60件果雕、岩雕、翻糖等静态作品，惟妙惟肖展现雕工技巧，吸引民众驻足围观。另外还有夜市小吃、胖卡美食设摊，透过美食跟民众互动交流。集结了宁夏夜市，还有原住民美食区，还有我们现在最流行的胖卡美食区，希望我们的所有民众来这边，除了赏厨艺以外，还可以品美食。餐饮跟这个旅宿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厂商来设摊，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，来希望让这些有兴趣在这个走餐饮旅宿这一方面的工作的人呢，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这里来寻找他有兴趣的工作。从6月28号开始，为期3天的美食嘉年华，吸引12家住宿餐饮集团及连锁餐饮厂商现场征才，提供751个工作机会。主办单位邀请求职民众前来寻找适合工作，同时感受美食制度的魅力。记者邱世明台北报道。